好，欢迎收看和交论，我是杜詹林。IGM 2022财政年第四季净利按年猛挫 99.21%， 但还是宣布派发每股4000股息。扣除减值资产、产业脱售收益和汇率的单次项目，全年正常化盈利实为增长 5%， 比 MIDF 投资研究和市场全年预期高出 8.7% 和 13.6%。捷运三的三项铁路主要工程配套已经开放招标， IGM 对其中两项有兴趣，但还是在制定竞标策略和探索潜在联营伙伴，因为每个竞标者只能够投标一项主要配套。行家认为该公司至少有机会获得30亿令吉合约，而且脱售种植业务后足以为首两年的工程提供资金，因此维持今明财政年盈利预测和买入评级，并上修目标价值2令吉18000。